日的光，月的光，心的光，全都是你的。在这里生活呢，你会感受到一种自在与满足。这是当年徐志摩先生在临安小住的时候留下的一段话：“我是临安的楼镜，在这个陌上花开的季节，让我带你一起走进自在临安。”小时候呢，我的外婆经常 带我到竹林里去挖笋，带我到河里去捕螃蟹。现在呢，长大了啊，人可能工作生活都比较忙碌，那我也会就是抽空的时候再走进我们的这些山村，那么会选择一间民宿住上个三四天。 天目山这个区块啊，你会看到我们这个茶器非常的讲究。在南宋的时候啊，大家都喜欢斗茶，要比拼各自的茶器。那么当年呢，就以这个黑色釉的茶器最后胜出，所以这个展呢叫天目展，让游客到这里来，可以用我们的天目展来品茶，也可以呢去亲手到我们的天目美术馆去做一展属于自己的天目展。 有一样东西不能错过，那就是吃。家家户户一年四季，只要有客人来了，就少不了一个暖锅，会用我们当地的食材做成各种各样味道的暖锅，叫天目暖锅，土豆干炖我们当地的土猪肉，哎，非常的好吃，很香。临安的森林覆盖率非常的高，有82%。 像我们天目山的核心区块，它的负氧离子含量达到13.2万个，是全国之最，资源呢非常的丰富。高山峡谷溶洞瀑布应有尽有，除了这个天目山和太湖源这两块避暑胜地之外呢，到了冬天呢，我们有大明山的滑雪，啊，还有湍口温泉。 我是临安的娄静，我为杭州代言，你也来吧。